咁今日講埋 Fan Form 3嘅 Trigonometry 噶，咁有呢幾隻嘢啦 ，Special Angle 啊 ，Trigonometry Identity 啊 ，Gradient 啊 ，Elevation 同埋 Angle Deflection 同 Bearing 嘅，咁慢慢逐個去解。原來咧，我哋咧有啲特殊角叫30度、45度同60度嘅，咁我哋咁 Sine、Cosine、Tangent 咧分別有呢啲數值嘅，咁呢個表咧我哋一定要打星星，我哋一定要背咗佢嘅，唔背唔得，因為咧好重要嘅呢個表。好啦，呢個表好重要，所以我哋一定要背咗佢嘅，記住咯，變翻有支筆先啊。咁阿 Sir 教你背一次啦，咁記住考試嘅時候咪入咗去30度啦、45度同埋60度嘅，都係跟翻 sin、cosine、tangent 咁樣啦。咁你全部都有個一，全部係放一、二、三咁樣，跟住咧俾個蓋佢，俾個開方佢，開方一係一啦。跟住全部除二，咁你就會記得呢個 sin 噶啦。咁 cos 咧，只不過係 sin 調翻轉啫，就三、二、一，咁全部開方，跟住咧就除翻個二。OK， 咁就搞掂啦。咁 tangent 30度咧，就我哋要自己背啦。開方三除三啦，45度係一嚟嘅，咁60度係開方三嚟嘅，咁就搞掂咗佢噶啦。咁睇下下邊咯喎，咁俾啲 practice 你睇啦。咁叫你唔用計數機化簡佢，咁其實上高咧，你用計數機二次方咗佢咧，即係譬如我撳 sin 30度嘅話，你二次方佢，跟住你估到個答案係乜嘢噶啦？遲啲同你搞下呢個嘢啦。咁 sin 30度啦 ，sin 30度原來頭先出翻個表係二分一嚟嘅，45度咧係一嚟嘅，個 cos 60度係二分一嚟嘅，所以咧二分一減二分一咪等於零咯。好啦 ，B 啦。cos 30度，覺得30度係開方3除2嚟嘅，但係佢有二次方，咁咪二次方咯。跟住 tan 30度係開方3除3啦，跟住 cos 60度係開方3 over 2，咁你化簡咗咧，呢個就係3 over 4啦，呢個就係3 over 6。咁你撳計數機，唔撳嗰啲計數機，3同3約咗啦，6除4係3 over 2。咁跟住再落去喎 ，tan 二次60度 ，tan 60度係開方3嚟嘅。佢二次方啦，再加翻開方二除二嘅二次方啦，所以呢個變咗有三加二 over 四，三加二分一，係等於翻二三二六七 over 二啦，就咁樣啦。OK， 咁下邊咧就會用計翻個角度，就唔用 calculator， 咁係三 tangent theta 啦 ，cos 60度咧就係開方三除二嚟嘅，等於零。咁你調翻轉移下項啦，就會變咗呢個三，呢個開方三，即係 tangent theta 咧就等於開方三除三。tangent theta 幾時係開方三除三㗎？係30度嚟嘅，咁咪做完啦。好啦，呢個點算咧？就除咗個二過去先。咁我哋咧記住解呢啲叫 equation 啦，我哋一定要整到左邊係 sin 或者 cosine 或者 tangent。你裏面是什麼，總之就等於一些數字的問題啦。 OK， 那 sin 幾時是二分一的 sin 呢就等於30度是二分一，行不行？所以將個 3 移乘上去就變成做60度了。 OK， 那現在就有些混合的題目了。那現在就想找回 X 和 Y， 那你有10有 X， 那你現在就沒有 BC 啦，那就做 sin 了。 sin 45度就會等於 X 除10的，所以咧 ，x 就等於十，慢慢啲，慢慢嚟。呢個係開方二除二嚟嘅，乘咗個十上去咧，所以 x 咧就係等於五開方二。有咗 x 係五開方二，咁而家咧就冇斜邊啊嘛，冇斜邊就用 tangent，tangent 30度咧就係等於 y 除 x，x 係五開方二啦 ，tangent 30度係開方三除二嚟嘅，開方三除三。咁你成個五開方二上去變咗五開方六除三，就係等於翻個 y 啦 ，O 唔 OK？ 咁仲有一扎 further practice 繼續埋俾大家睇啊，慢慢化簡，呢個係開方三，呢個就係開方三除二，就等於三 over 二啦。咁呢個係一 ，cos 45度係開方二除二 ，cos 60度係開方三除二。咁佢二同二約咗，變翻開方二 over 開方三，咁你就有理化咗佢啦，變咗開方三乘翻開方三除開方三，變咗開方六除翻三啦。好啦 ，sin 45度開方二除二
二次方嘛，二次方咯，再減開方三除三嘅二次方，即係二 over 四啦，呢個就係三 over 九，即係等於二分一減三分一。呢啲阿 Sir 唔識計，阿 Sir 計數機嘅，所以就係二分一減三分一，咁你就要計到六分一啦。OK， 睇下邊仲有冇先，好啦，仲有咯，要解 equation。咁要將個三劈過嚟 ，tangent theta 就等於開方三除三 ，theta 幾時開方三除三嘅 tangent， 你會計到係三十度嚟嘅。呢個點算咧？就係、是、開方二 sin theta， 四 tangent 四十五度係一嚟嘅，所以咧就係 sin theta 就等於一 over 開方二。其實一 over 開方二咧，有你化咗係開方二除二嚟嘅，咁就等於翻四十五度。OK， 啊呢、這個又係啦。cos 二 theta 咧就等於 sin 六十度 ，sin 六十度係開方三除二嚟嘅，所以咧幾 cos 嘅時候開方三除二咧係三十度，所以 theta 咧就等於十五度，得唔得？啊，再落去咯喎，有啲綜合嘅題目嚟嘅，咁佢題目好想揾 AC 同埋 AD， 咁你有咗開方三呢個係六十。咁我哋揾 AC， 咁咪就用 tangent 啦。tangent 六十度咧就等於翻 AC 除翻開方三。咁 AC 咧就 tangent 六十度係開方三嚟噶嘛，開方三乘開方三，所以 AC 咧其實係三嚟嘅。咁你揾 AD 喎，咁你揾到 CD 咪揾到 AD 咯。CD 就用咗次 tangent 啦 ，tangent 三十度就等於翻 CD over 開方三。三十度係開方三除三啊嘛。所以咧揾到 CD 咧一嚟，所以咧 AD 咧就等於三減一等於二 cm， 二 m 啦。OK， 呢個都係 m。OK， 好啦，咁跟住咧，我就想同大家搞翻去呢度啦。咁大家其實要背好呢一個 table 啦，你就可以搞掂曬下面所有嘅問題啦。要背所有 table， 咁教一教大家用計數機背。譬如 sin 四十五度，你會撳到零點七零幾噶嘛？咁你二次方中嘅答案係零點五零，零點即係二分一。如果我哋想揾翻 sin 四十五度嘅話，咁咪開方二分一，你計到一 over 開方二噶嘛？其實一 over 開方二就等於開方二除二，所以希望大家用計數機背下呢個表啦。